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今日应声弹出积多福啊，咁啊见到中档位，嚟最后200米啦，积多福咧已经一骑内就抛离咗后边嘅马啦，但系有啲外线马，积多福大胜对手啊，第二名心理学家，最后200米啦，其次先名占先，但系积多福三几嘅战报已经赶上嚟，大外当中嘅劲势啊，积多福睇嚟赢马机会高啊，第二名劲势，第三名其次先名同埋三和福将啊，好啦，一呢步嘅时候咧应声弹出啦，内档嗰边积多福出得好快噶，中间。百米就前边积多福越走越甩啦，越走越甩就赢嗰九成噶啦，后边挨紧第二位嗰匹咧，仲未俾人追到系超勇劲区嚟嘅，拆穿闪区冇得追啦，积多福肯定赢噶啦。第二名杀到上嚟睇下咧，究竟啊喺呢一匹嘅马穿闪区睇嚟第二、第三名嗰样顺走，积多福系去到系跑都冇得跑噶。即系讲笑咁讲，佢话有一次入去马房探啲马嘅时候，咁啊恐吓嗰只马，如果你再赢唔到咧，我哋就将你整做 dog food。狗糧咁，跟住變咗多福，多福或者多福。多福係喺圈中出名石馬嘅馬主，除咗幫只馬開設專屬 Facebook， 定時定候公布馬匹動向，更成功幫家族名下嘅積多福爭取去到著名退役馬天堂 Living Legends 頤養天年。其實首先積多福好開心，我哋可以送到佢一個好好嘅。退休的地方，即可能有些朋友都跟我講過話，積多福可能嗰個班數未必夠其他去啲鄰居或者英大師啊嗰啲咁犀利，咁但係以我哋作為馬主嚟講，我一定要俾最好嘅待遇佢啦。咁當然，如果嗰邊肯接受積多福去退役嘅，我哋亦都好開心送佢過去啦。講開積多福，佢話因為弟弟劉義輝嘅太太係韓國人，所以當年排除萬難都要安排只馬遠征當地，當作係家族聚會。最終積多福不負所托，成為首隻揚威韓國嘅香港馬。其實去韓國嗰次咧，就真係睇我哋，因為唔係太清楚韓國嗰邊原來有啲比較高水平嘅國際嘅賽事，嗰次應該係第一次有呢一個賽事。咁我爹哋喺應該喺即係聽人講啦，或者報紙見到啦，咁就同個練馬師講話，我想報呢個賽事。咁其實當初練馬師都唔係話太過同意嘅，因為頭先我哋都講過，即係佢都遠征咗咁多次啦，同埋遠征過翻嚟之後，其實都五勞七傷嘅，都好辛苦嗰啲馬，其實咁樣去。咁再加上亦都未試過呢個賽事，咁佢再跑沙地咧，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嘅。咁我哋所以練馬師都唔係話太過提議我哋去做呢件事。韓國嗰邊騎馬。即係跑馬比較 casual 嘅，咁好多人可能都係 T 恤牛仔褲咁樣入場，咁唯獨是我哋就因為即係我哋覺得係國際賽啦，咁我哋都係代表香港，因為得一隻香港馬，好似我冇記錯，得一隻香港馬，咁我哋啊覺得應該要隆重少少，代表香港少少，咁我哋全部真係都好荒謬咁樣出現，咁其實我哋由一落車到行入馬場，啲人都有影我哋相，以為我哋係啲咩大明星咁樣。到依家多福系亦都有好多新兵接棒，包括當多福、魏多福同激多福都係側身好。但其实积多福先是刘新辉名下第一只马，一养就养到一只顶班马，擅杀旁人。其实当初因为是我想我爸爸同啲朋友一起养了一啲团体马啦、合资马咁样啦，咁后屘佢自己抽到一支个人嘅签，咁啊当时我想个马会都是想。多一啲年青嘅一代嘅馬主啊，或者會員啊咁樣，咁所以就當時係俾佢哋加佢哋嘅子女嗰個名落去嗰只馬度，咁我話加埋你落去啦，加埋你個落去個積多福嗰個名嗰度啦，咁就咁樣開始咗養馬，跟住自己就產生咗興趣，跟住自己又走去抽籤，好彩地又抽到咁樣，咁就係慢慢咁樣中意咗呢個活動啦，都係。年轻有为的他更加是一方水果茶的香港总代理，投身饮食界。他提到因为成本较低，所以同朋友合资营运。咁自己係香港人啦，香港出世啦，咁中間都有段時間去過外國生活讀書啊咁樣，咁所以更加會珍惜香港嘅所有嘢啦，因為覺得香港好多嘢都係好獨一無二嘅，咁例如賽馬咁樣啦，香港係一個喺好有傳統嘅一樣嘢啦，咁所以自己都希望好多自己珍惜嘅香港嘅事情都唔會太快去改變。
听完林心辉的内心剖白之后，他对赛马一方面充满热诚，另一方面就好爱护马匹。经过换血之后，目前刘家一共有魏多福、智多福支持回流香港开仓的希斯，向来同刘家合作无间的苗礼德就有当多福和激多福，虽然有四只多福，不过运气就认真麻麻，只是得摆在希斯道的魏多福一出以神操姿态大胜。好嘞，一起步的时候前面快少少的马看到外栏位置威妙星跑了一半，这只魏多福又大步又大只，已经是靠外栏放了出来的，到了追了200多米，魏多福靠外栏占先，接近终点，魏多福再认真比下去，接来了两个新米稳操胜券。好可惜之后再出竟然跑尾二，赛后检验出一对后脚不良于行，令到向来石马的刘心辉好担心，魏多福只是一只马仔，李程新仍然需要时间去成长，带领积多福远征韩国，成功摘下一级赛的苗礼德，帮刘家引入的南非马当多福虽然仲未赢马，但已经连场上名，其中表现最好一场就是沙田千二米，只是输给名气响亮的包装太保跑第二，看来开斋只是时间问题。至于激多福这只周岁身价高达120,000澳元的马仔，父母系血统都大有来头，父系 Switch Boss 配种以来已经有不少子嗣赢一级赛，其中一只就是香港马迷最熟悉不过的前香港三冠王佳龙驹。虽然香港马圈竞争激烈，要赢一场头马不易，要养到一只好马更加难上加难，刘心辉向来爱马如命，亦有养马运，相信不难出现另一只积多福啊。自从没有马经之后，不识跑马，冇晒末啊！阿姐，人哋排位版、赔率版全部出翻晒，你唔系仲未买啊？咩阿姐啊？我好后生噶咋，我叫 Paris， 巴黎。是的，全彩12版的。诶，这个人咁似你嘅？系啊，人人都叫我做跑马地贤仔。全彩12版，7程往績全部落齐，原班人马，原汁原味，够晒专业啊！排位版、赔率版都出咗啦，你唔系买啊，记得捧场啦！